欢迎回到一起改车去。今天我们要去保养，然后顺便换一些耗材。对，那最重要的，今天我们要做刹车系统的保养。我换了一个安科的陶瓷刹车来临片，然后我的培林传动培林要换一个，我这次订的是 Coil 的培林。对，然后前面的传动进气孔掉色了，所以我又订了一个新的进气孔。然后最后就是上次大家知道，就是我还没装的端子，我要重新再装一个端子上去。对，好，那车子已经上去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来装。好，我们传动盖已经拆下来了，可以看到里面是我们的传动系统。那这次要换的就是在这个里面的一颗培林啊，还有这个已经白化掉的进气孔，传动进气孔。然后你看我们上次涂满了黄油啊，因为我这个培林其实已经里面有一点就是碎掉，摇起来会有沙沙沙的声音啊。对，然后就是这个传动的进气滤网，传动的进气滤网要换掉，里面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好，看清楚了哦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还要检查一下传动，因为我上次那个曲轴跟压板它有点牵扯，就是融掉，就是太超了，牵扯在一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改电脑，所以它曲轴那边温度比较高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也要顺便检查一下。对，现在已经装好这个培林了。对，我上次在检查传动的时候，把这个培林拆下来，我拿着耳朵摇摇，恰恰恰恰恰恰的声音，就代表里面已经碎掉了。那培林这种东西就是耗材，那这种耗材就是坏了就给它装上去，反正一个才几百块，三百多吧，三百多块啊，就定了，就给它定下去，然后就来装啊。好，换这个。这边是新的进气孔，看啊，它说非常鲜艳的红色，非常鲜艳的红色。来，这是旧的，这是新的，很有感啊。它这个时间久了，因为材质的关系，它都会裂化或者掉色，会褪色，所以它里面海绵也脏了啦，海绵也脏。它之前已经换过一次，这次是换第二次了，所以就订了一个新的，也订了一个新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安科的陶瓷来临片，这是 for AK550 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换下来的 FAR 的金属烧结来临片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有点金属光泽，有吗？金属光泽，然后这个就是陶瓷的，陶瓷复合材质的来临片，它的散热听说会比较好啦，这是材质问题，金属的东西就容易高温嘛，但是它比较利，对吧？那同时带来高温跟比较利的刹车手感是。你的碟盘耗损比较快，不过我刚刚有检查一下，我的碟盘厚度还算正常，还不错，然后基本上寿命还很长啊。对，所以还不用换碟盘，这次就是要换这一组来临片，然后等一下要重灌油。对，我要把那个刹车油抽掉重灌。好，
现在这是我们已经换好油的油缸，它里面油非常干净，很清澈，像水一样。它不是水，是透明的油。你看这边，啊，脏的跟什么事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换完刹车皮，然后换完刹车油，你看很干净。然后我们传动也保养好，保养好了也换了传动培林，换了传动盖的进气滤网。然后这就是今天的算小保养吧。那机油齿轮油之前换过了，就还没到那个公里数，就之后再换。那我刚刚有去试过一下刹车，感觉还不错啊，不过应该是还没磨开，应该之后磨开它的刹车力道就会出来了。对，耶、师傅想要，阿伟想要入镜一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哦，哦，下个礼拜，就来排气管，我订了一支章鱼管，那我的原厂的超环保电脑就要换掉了，那敬请期待，拜拜。哟，我又回来啦，当然还是会有骑乘心得的嘛，就是改这个陶瓷来令片的骑乘心得。我才不会说我在后面加这个片段是为了要拖影片长度的，没有啦，基本上还是要好好的分享我的心得给大家，包括它刹车的效果，然后手感啊等等之类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分享。基本上第一个，我觉得它的刹车效果完全不输金属烧结来的影片。大家都知道我影片有介绍嘛，我一开始是用 FAR 的金属来的影片，然后磨到大概剩2mm，然后我就想说刹车系统要换油了，那就刚好直接来的影片直接换掉。那这个碟盘我也检查过，都是在合理的厚度范围内，对，它还没到要换，所以基本上碟盘没问题，然后我们油也重灌，然后我们就是单纯来比较这个刹车皮陶瓷刹车来令片它的效果。那基本上我已经去106还有南深路配过一次回来了，那这组来令片不管是在市区还是在山区，我觉得都非常够用，毕竟我才刚配一圈下来嘛，对不对？那手感上啦，手感上这组来令片会比金属的还要再软一点，对，就是你的拉杆可以压的比较下去，因为金属烧结你就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金属块，那金属块它就是很硬嘛，那这个是陶瓷，陶瓷复合材质的，它就不是全金属，所以它的手感上会偏软。那如果你喜欢比较硬一点的手感，你就可以去选全金属烧结的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你喜欢软一点的手感，然后你又要有一定的制动力道跟效果的话，你可以选这组陶瓷来令片。那我看安科他们的介绍影片是说，他们的陶瓷复合来令片的工作温度最高可以到650度，然后金属烧结的来令片是可以到680度，那就是比陶瓷来令片再多30度这个样子。那我自己爬文爬了好几天啦，我是不知道他们的散热效果有没有差，有人说金属散热效果好，然后也有人说陶瓷散热效果好，那反正都比原厂好啦。那基本上如果你的刹车状况没有像我当初细平下坡那么极限，然后天气又热的话，是不会出现任何温度过高的状况啦，毕竟那天是真的第一次把自己的前刹车搞到过热，完全软掉，对啊，那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油温的问题，还是卡钳的问题，还是来令片的问题，因为只有看影片，然后我当下也没有任何测温度的工具，
老实说有点难判断，那这次要换也只是因为原本的来临片就已经有磨损，然后快到底了，想说要来重灌油就一次全部处理一下，然后在网络上查一查来临片的资讯的时候，发现有人说陶瓷复合材质来临片散热效果不错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订一组来换换看，然后找了几个厂商，我想说用看安科好了，毕竟安科最近好像蛮红的嘛，他的 AMB7 总泵感觉不错，不过我目前还没办法去换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去使用，所以就是现在这个 RCB 侧推总泵先能用就用啦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就是一直花钱，反正它的功能正常，就只有掉漆而已，其实这也没什么啊，就拿油漆笔涂一涂就好了。不过目前我比较疑问的是，到底是陶瓷来临片的散热效果比较好，还是金属来临片的散热效果比较好嘞？如果有人知道的话，拜托就是下面留言一下让我知道，因为我真的好像查不太到这相关的资讯。还是说散热这方面是比较偏向碟盘吗？对，好啦，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，那真的就谢谢你啦。那最近影片是出得有点慢啦，因为我这两周都在准备我的考试，因为我还在读书，然后我有参加暑修，暑修这部分就是因为我转学的原因，所以我必须要去上一些课程去补学分，然后有考试就要准备考试。对，我是读音乐系的，就是我要一直练琴，所以这两周我就是都在练琴，就没有什么时间剪片试车啦，所以就拖了两个星期，对，跟大家说个抱歉。不过影片还是出来啦，我现在剪一剪就是赶快输出。好啦，那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如果有厂商想赞助我总泵或是来临片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讲。好啦，下部影片见。下部影片就是动排气管跟电脑的影片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对，我们保养完了，隔天排气管就到了。对，像我影片剪不完啊。